七國集團峰會在星期五起一連兩日舉行。昨日在魁北克市有多個團體上街示威，為天然資源、勞工權益、性別平等等議題抗議。當局部署多名警員戒備，期間有部分示威者焚燒國旗及挑釁防暴警察，有三人被捕。示威人士最後在約晚上9時和平散去。